大家好，我是简。今天我编辑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视频。看视频之前，我们先学几个简单的语法吧。第一个，什么都不 plus verb。For example， 我爸爸什么都不怕。我爸爸什么都不怕。Or， 他什么都不要。他什么都不要。他什么都不吃。他什么都不吃。第二个，连 something 都不 plus verb。For example， 他连鬼都不怕。他连鬼都不怕。他连水都不喝。他连水都不喝。第三个 ，verb 的像 something 一样 plus adjective。For example， 吃的像马一样多，吃的像马一样多 ，or 游的像鱼一样快，游的像鱼一样快，说的像中国人一样好，说的像中国人一样好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可爱的视频吧。这就是我爸爸，他真的很棒。我爸爸什么都不怕，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。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，游的像鱼一样快，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，也像河马一样快乐。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，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，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。我爱他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也爱我，永远永远永远。